对金融机构。大众新闻网、亚东新闻网联合制作。I can't forget the day we met. Your eyes so blue, mere piercing through. I can't forget the day we met. Your smile so bright, it made me swoon. Our love is like a summer's day, hot sun and bliss in a magic way. Whenever I see you, all I can think is my summer love. Been waiting for you, my love. My summer love. Been waiting for you, my love. I can't forget the day we met. You look so fly in your red Corvette. Your hair, your look, your everything. When I see it all, I knew that you were mine. I'm in love with your hair, your lips, your silhouette in the moonlight shine. With my love, you won't ever be alone. My summer love, been waiting for you, my love. Completely a fool, been waiting for you, my love. Head over heels, I'm blinded by what I feel. My love is forever yours. You have my heart.时代视讯与实体会议并进 ，AAP 新闻与时俱进的正式理事长，井号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妇联网井号双北影音联合采访中心整理报道，井号以不实资料向劳保局投保，具有实质上一罪的，接续行为关系井号行使伪造公文书罪，为案接续犯，乃指行为人之数行为于同一或密切接近时必实行，侵害同一法益。而其各行为之独立性极为薄弱，依一般社会健全观念，实难以强行分开，且在刑法评价上已是为数个举动之接续作为，何谓包括之一行为，较为合理者而言，如行为人先后数行为，在客观上系逐次实行侵害数个同性质之法益，其每一前行为与次行为，依一般社会健全观念，在时间差距上可以分开，在刑法评价上各具独立性，每次行为皆可独立成罪，自应按照其行为之次数一罪一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号，102年度台上字第2810号，105年度台上字第2468号判决议指，科技时代视讯与实体会议并进 AAP 新闻与时俱进的正式理社长，井号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妇联网井号双北影音联合采访中心整理报道，系依主管指示而有权制作本件申请书，所经办仅是手写文字及签名部分，其制作时尚未盖上零零公司大小章，不具备任何意思表示，自不构成伪造文书，亦未迟已向主管机关申请给付，故无供同行时伪造文书或诈欺取材之犯已联络云云，为按财政认识系属是实审法院之职权，而法院评以认定犯罪事实之证据并不以直接证据为限，即综合各种间接证据本于推理作用为其认定犯罪事实之基础，如不为被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亦非法所不许，又共同正犯犯意之联络并不限于事前有所谋议，即仅于行为当时有共同犯意之联络者亦属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
谋为必要，即相互兼有莫世之合治，亦无不可罪。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946号判决一纸参照。井号刑法第59条酌减其刑之适用。科技时代视讯与实体会议并进 AAP 新闻与时俱进的正式理事长。井号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妇联网井号双北影音联合采访中心整理报道。井号他因一时思虑不周而触犯本件犯行侵害，金额不大，并已全数退还劳保局，对社会秩序危害相对较低，犯罪情节轻微，且犯后坦诚不讳，客观上足引起同情，纵处以行使伪造私文书最低刑度仍嫌过重，请求依刑法第59条酌量减轻。其刑等于为按刑法第59条规定犯罪之情状显可敏恕，认可以最低度刑仍嫌过重者，得酌量减轻其刑。此虽为法院依法的行使裁量之事项，然非漫无限制，必须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环境与情状，在客观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认为给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由嫌过重者，实有其适用。本院横着被告王凤娇担任新国公司财务部经理，却伪造不实之本件申请书，并持以向劳保局申请等犯罪情节，处以行使伪造私文书之法定刑，当不至有情轻法重之情，且在客观上亦无特殊原因，或是由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显然可悯之情，自无刑法第59条酌减其刑之适用。科技时代视讯与实体会议并进 AAP 新闻与时俱进的正式理社长。井号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妇联网井号双北影音联合采访中心整理报道。按使用不实资料，该资料经该管公务员采取编列于所长之公文书，此时该资料即已成为该公文书之一部，该管公务员仅系以编列代替登载而已，不得以形式上该管公务员并未将该部实资料内容转载于所长公文书上，即未并未未不实登载，此有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4081号判决可参。次案刑法第214条使公务员登载部实事项于公文书罪所称之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系采抽象危险主义，指行为人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之结果，有致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之余，或其危险性未已足，并不以公众或他人果已受其损害未必要。此外，地政机关受理关于土地所有权益转变更登记之申请案件，依土地法第75条及土地登记规则第55条第二项前段，需审查证明无误后始于登记，所谓审查证明系指审查依该法及土地登记规则所规定申请办理该项登记所必须具备之登记申请书及证明文件而言，依土地登记规则第97条第一项申请土地权利。移转登记时，一土地法第34条之一第四项规定之优先购买权人，以放弃优先购买权者，应附据出卖人之窃结书，或于登记申请书事档栏记名优先购买权人却已放弃其优先购买权，如有不实，出卖人愿负法律责任字样第56条第二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记机关应以书面续名理由或法令依据通知申请人于接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补正登记申请书不合程式或应题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者，申言之及登记机关对于登记申请书记载事项或关于登记原因事项之审查，仍以审查其是否与登记簿或其证明文件相符为其重点。倘申请登记人所具备之登记申请书即证明文件在形式上均未真正且内容相符，附无该规则第56条及第57条第一项所列各款应通知补正或驳回申请之情形者，地政机关即有依上开规定办理登记之权，则至该项申请文件所记载之登记原因及证明文建在实体法上是否真实存在，依据上开规定一纸观之，非属地政机关应依职权进行审查之范围。自地政登记机关于受理买卖共有土地移转登记此类申请案时，就审查出卖人是否已通知优先购买权人放弃其优先购买权已结，如非有他共有人共同或单独承受时，应由出卖人出具保证书或于申请书备注栏内注明他共有人已放弃优先购买权，如有不实出卖人愿负法律责任此类字
样，无需另附出卖人之书面通知或他共有人放弃，优先购买之证明文件，而未刑事审查，非进行时致审查。科技时代视讯与实体会议并进 AAP 新闻与时俱进的正式理社长。井号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妇联网井号双北影音联合采访中心整理报道。中华民国刑法第214条，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使公务员登载于职务上所长之公文书，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中华民国刑法第215条，从事业务之人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登载于其业务上做成之文书，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公司法第8条，本法所称公司负责人，在无限公司、养和公司未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未董事，公司之经理人、清算人或临时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监察人、检察人、重整人或重整监督人，在执行职务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公司之非董事而实质上执行董事业务或实质控制公司之人士，财务或业务经营而实质指挥董事执行业务者，与本法董事同负民事、刑事及行政罚之责任。但政府为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安定或其他增进公共利益等情形，对政府指派之董事所为之指挥不适用之。公司法第9条，公司应收之股款，股东并未实际缴纳而已申请文件表明收足，或股东虽已缴纳而于登记后将股款发还股东或任由股东收回者，公司负责人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金。有前项情事时，公司负责人应与各该股东连带赔偿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损害。第一项经法院判决有罪确定后，由中央主管机关撤销或废止其登记，但判决确定前以未补正者不在此限。公司之负责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以犯刑法伪造文书印文罪章之罪办理设立或其他登记，经法院判决有罪确定后，由中央主管机关依职权或依利害关系人之申请撤销或废止其登记。商业会计法第71条，商业负责人、主办及经办会计人员或依法受托代他人处理会计事务之人员，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60万元以下罚金：一、以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填制会计凭证或记入账册；二、故意使应保存之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报表灭失毁损；三、伪造或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报表内容或毁损其页数；四、故意遗漏会计事项不为记录，致使财务报表发生不实之结果；五、其他利用不正当方法致使会计事项或财务报表发生不实之结果。论罪科刑法条全文，中华民国刑法第356条，债务人于将受强制执行之际，意图损害债权人之债权而毁坏、处分或隐匿其财产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中华民国刑法第210条，伪造变造私文书罪，伪造变造私文书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华民国刑法第216条，行使伪造变造或登载不实之文书罪，行使第210条至第215条之文书者，一、伪造变造文书或登载不实事项或使登载不实事项之规定处断。井号论罪科刑法条全文，洗钱防治法第14条，有第二条各款所列洗钱行为者，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前项之未遂犯罚之。前二项情形不得可以超过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华民国刑法第30条第一项，帮助他人实行犯罪行为者为帮助犯，虽他人不知帮助之情者一同。中华民国刑法第339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
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以前项方法的财产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一同前二项之未遂犯罚之。所犯法条，刑法第216条、刑史第210条至第215条之文书者，一伪造、变造文书或登载不实事项，或使登载不实事项之规定处断。刑法第211条，伪造、变造公文书，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339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以前项方法的财产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一同前二项之未遂犯罚之。科技时代视讯与实体会议并进 AAP 新闻与时俱进的正式理社长，井号 AAP 亚东新闻台湾之声妇联网井号双北影音联合采访中心整理报道。井号共同犯行使伪造公文书罪，处有期徒刑1年2月，案除被告所犯未死刑、无期徒刑、罪轻本、刑未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辖地一审案件者外，于第一次审判期日前之准备程续进行中，被告先就被诉事实未有罪之陈述时，审判常得告知被告检视审判程序之旨，并听取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及辅佐人之意见后，裁定进行检视审判程序。刑事诉讼法第273条之一第一项定有明文，经和本案被告肖玲玲所犯系死刑、无期徒刑、罪轻本刑未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余准备程序中就被诉事实未有罪之陈述，经告知检视审判程序之旨，并听取公诉人、被告之意见后，本院原一手皆规定裁定进行检视审判程序。是本案之证据调查，依同法第273条之二规定，不受同法第159条第一项、第161条之二、第161条之三、第163条之一及第164条至170条所规定证据能力认定及调查方式之限制。和被告所谓系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及同法第216条、第211条之行使伪造公文书罪，被告伪造其综合所得税各类所得资料清单后，交付华南商业银行（下称华南银行）予以行使，其伪造之低度行为应均未行使之高度行为所吸收，均不另论罪。而被告与真实姓名年级均不详，自称000之成年男子，就本案犯行间有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为共同正犯。被告持伪造之综合所得税各类所得资料清单向华南银行诈贷款项，其行使前开伪造公文书之行为，同时为诈欺取财罪之主首二行为与此阶段重叠，且犯罪目的单一，自应认系一行未触犯数罪名之想象竞合犯，应依刑法第55条之规定，从一重之行使伪造公文书罪处断。和被告所谓系犯刑法第216条、第210条、第211条、第212条之行使伪造私文书、公文书、特种文书罪，同法第217条第一项之伪造印章印文罪，及同法第339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检察官认被告不另构成刑法第217条第一项之伪造印章印文罪，容有误会。被告与邱玲玲间就前接事实有犯意联络，行为分担，应论以共同正犯，其共同伪造公文书、私文书、特种文书之低度行为，应为其后行使伪造公文书、私文书、特种文书之高度行为所吸收，不另论罪。被告与邱玲玲提出伪造之公私文书、特种文书与00银行00分行以申请贷款对保而行使之，系基于相同目的，利用同一机会，在时空密接之情形下，以相同方法为之，数行为间独立性薄弱，依一般社会健全观念，各举动难以强行分开，在刑法评价上应是为数各举动之接续实施，应以包括一罪之接续犯论处。被告与邱玲玲以上述一行使伪造公文书、私文书、特种文书、伪造印章、
印文以诈欺取得借款给付之行为，同时触犯刑法第216条、第210条、第211条、第212条之行使伪造私文书、公文书、特种文书罪，同法第217条第一项之伪造印章印文罪及同法第339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为想象竞合犯，应依行。法第55条之规定，从一重以行使伪造公文书罪。处断，检察官认从一重应论以诈欺取财罪，尚有违误。